是讲拄只跳舞的迄个查某囡仔是谁啊？那大家拢熟悉，而且媒体嘛对伊足好奇的。伊叫做王雅芳，是你替叶少峰走散。叶少峰的声势这么高，拢是为跌倒三工。真一阵啊，我无咧国内，无接到伊的消息甲新闻。意思是讲，伊的能力真好，而且甲祖家伊对乡下过着真亲。拄只伊所讲的话，拢是针对祖家伊对乡下。曹凤嘛真针对伊。为什么？你得卖问啊。另外，有啥物代志是我也袂当知影。这件代志原本袂当讲的。讲。王雅芳则是曹正的亲生查某囝。你敢会当甲曹凤蝶甚至便宜所有资料甲记录拢给我？我知这个要求对你来讲真为难，啊，不过曹凤一直找我的麻烦，我若是继续去点点，伊敢来软头青骨，所以为着要保护阮家的人，我不得已才提出这个要求。你想要找曹凤报仇，啊，不过雅芳姐，你真无简单才清醒过来，啊，曹凤的代志你有交给警方处理就好啊。交给警方根本就无路用，曹凤应当政商勾结。不管安怎，伊最后拢会无代志。所以为着我身躯边的人未来，我一定爱安尼做。你安尼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刚知影全全到起码，搁会做恶吧？不是望着后悔笑，就是望着我死啊！除了甲伊冷调调，互伊安慰以外，我真正不知道我搁会当做啥。所以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爱让曹凤知影，我王雅芳一定压袂起。曹凤做建水歹代志，天公被主任处罚伊，伊无值得你安尼牺牲你家己的人生。这所有伤害，拢是曹凤引起的，只有伊得到制裁，阮家的人才会当安全，我的人生才有法度继续。你想要怎跟李医师做伙？我无必要回答你。给我来。王雅芳，你给我来！我问你，你找李医师要送啥？你现在怎这样紧张啊？我想起来啊，顶个李医师讲要介绍身心科的医师给你，刚讲你有病，所以伊知影你啥物袂当甲人讲的秘密。有病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搁再讲。我身边袂在讲人讲的病，王雅芳，啊是讲你的小白阿袂好，你要找李医师介绍身心科的医师给你啊。可能呢，你甲我又来这种无人的行来，我真正足惊的。卡叔讲我不是你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代志，我会当甲人解释讲，我这是一些精神丧失，我绝对袂让人判刑的，你讲对无？王雅芳，你上好别抓着我啊！安那无我心内也气啊，去伤害着你厝内底的人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唔知哦。王雅芳，你是在放手？放手！你又讲要伤害我哪的人啊？想要怎会要放手？你这么爱威胁人，是不是因为最好耍的？那安尼我嘛要算看卖。放手！你要做啥？欧丽啊，你不是爱我恁看麦，会当好会修话。会真正做修的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恁来时间无够久，我后生才受到现实考？那你这么讲，要安怎做，才会带恁卡苦？慢点，你放开我！慢点，我走。袂点你又惊到安尼，真是恶人无胆。我怎么这么先潇洒？对，我就是和你比较起笑的。你无底线，笑的是比你更加无底线。
为今麦开始，我会甲你上惊的代志一件一件学出来。你豆豆就了解，我是比你所谓恶梦都搁较可怕，因为恶梦的事，啊，不过我是绝对袂离开你的。我会让你食袂落，困袂去，因为你永远拢唔知影，我刷落来会用什么款的方法来伤害你。这种惊吓、痛苦的感觉，会一直甲你带着，到你认罪迄天为止。打死一只狗遐，构成犯罪，搁再讲，是迄只狗遐毋知消失在我面头前，是你，无应该出现在我面头前，是你，无应该活在这世间。这个王亚芳竟然敢威胁我！你赶紧替我做伙想办法对付伊。若是无让伊一点仔教示哦，伊根本唔知影惊。是应该爱给一寡教示啊，因囝是伊的名啦，抓因囝等于是等于暗棍。这唔免你讲，我嘛知。啊，不过伊后生真歹，互人保护到最严的，我要下手根本足困难的啊！你，那恁你家己想办法啦，莫拄着代志再来找我。你是有倒一件代志是成功的呀？厝内底有人客，那无是甲我讲。伊是提民调的资料来啦，伊即马要走啊。先回电话。我会请走啊，再见。方家哦，安那得是你啊，我是无想要管啊。不过我讲过，我无希望有外人入来咱家。我知影啊，你有讲过处刑师，有咱两个都有搞啊。啊对啊。这几包是啥？我整理前某的物件，我顺便要布置适合咱的风格啊。你敢有去动我的书包？小可整理啊。清源，你是在找什么？书房内底有一个布碗，在倒位？什么布碗啊？那是找无？你是安怎后壁动我的物件？你当作你真正是这间找女主人哦？就算我是我情妇。嘛无可能大主大义，乌白顶到我的物件，尤其是书房。这个护腕已经这么久啊，我当作是笨手啊。那真正是笨手，我会安尼想。护腕是旧的老的，一定有意义嘛。啊，凊彩想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一定知影啊。我让你搬入来，我无让你整理我的物件。以后若是我大主大义，你就离开啦。这物件是谁送你？敢是方安乐？是我的仇人精灵。仇人精灵，伊小一世人哦，上爱走人。伊当年哦，伊嘛是因为救我才死的。我一世人拢无可能甲伊放袂记。听到这的话，你若是想要离开，也不要紧。伊是因为救你才会死的，我对伊只是感谢。若是无伊，你即马嘛袂徛伫个遮。同款是爱你的人，我相信
伊无多甲你做伙一世人，一定有遗憾。伊的遗憾，就予我来弥补。我会代替伊好好爱你。啊，不过清源，你敢会当莫安尼凊彩开嘴，就要赶我走？我以后袂阁乱顶动你的物件。也送你这个护腕，是不是因为伊以前常常陪你去剑道馆练剑？以前拢是伊陪我。那你剑道对你来讲真有意义，我嘛想要学习。我可以坐一家跟你做伙喝酒。我无想要喝酒，搁人采访。我下班啊，我嘛唔是一天24点钟拢在做工课啊，咱就放轻松，单纯的喝酒开讲，安尼敢会行？亚芳，歹势，唔是我无想要跟你讲。是因为我有约别人，我确实是跟人约好啊，啊，不过是跟你。会长，你是不是人家伤过欢喜，记唔得？是讲既然会长都这样来讲，这就表示伊无想要和人交流，想要一人饮酒。每一个人拢有想要独处的时阵，我相信你应该当。我嘛领有够啊，先带住休困啊。好啊，我已经替你改位啊，拜拜。小等下，你是无意思呢？我找你叫我，你跳我的台。当心无跌就好啊，无要安怎？我要领两杯啊，我请你。我叫是你对这讲的意思是，你想要独处，只能饮酒。唔对的人哦，就家己一个饮就好啊。那是拄着对的人，当然啦，讲几枚哦，拢无够。阿天的，我这位小姐是陪 Takita Sunrise。我真好奇呢，你是安怎来替我点这款酒？因为你甲这款酒同款，真神秘，互人约袂着。我只是一个平凡人尔。平凡的女性啊，无可能和我想要请伊饮酒。王亚芳，你现在跟会长在一家？你俩阵讲你跟会长跳过步了后，你就会当攀上会长。会长哦，我可劝你，你离这王亚芳哦较远一点嘛。这个查某婚姻失败，佮娶一个囡仔，伊结婚你哦，绝对是有伊的目的。王爷啊，我的代志哦，你上好是莫插手啊。会长，会长，你应该唔是甲曹凤约好要做伙饮酒吧？若真正安尼哦，不如甲拄只迄位记者小姐恁定定较好。咱拄才讨论的代志，都麻烦你啊！你拢讲出嘴啊，我哪有理由无答应啊？阿信啊，好，顺行。亚芳，安怎？甲朋友拢讲好啊？拢无问题啊啦。那恁来做。小戴。会长，我拄才讲甲人约好。就是要等少峰结束了后，做伙登去办公室讨论选举的代志。你替我点的那杯酒，会当请少峰。